见人民大会堂人来建房子，会把房子建成什么样？ 门口两棵罗汉松，是大永远不受虫，果然滑溜才是最屌的。由石、花、水组成的主题园林，庭院内2.4米的院墙能够隔绝大多数的视线窥探。别墅使用面积700平，6层楼设计，地上2层绝对是你意想不到设计。先看地上，一楼门前3面采光明亮舒适，2楼3个空间都是儿童天地。 3楼做主卧设计，吉祥私密。全屋包含4楼3个露台的景观设计，近看欢乐海岸，远眺正峰山，真正实现别墅也可以不远郊，揭秘地下室环节。负1楼招待来客，常规中带点轻奢设计感哦。负2东南亚风情景观，地下室都能晒日光浴，你敢信？ 果然央企出品，是这个。总结一下，能把中式古典和房屋现代融合那么好，不愧是中国铁建，你信得过吗？